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李弘毅的第二份投影片，是有关于深度学习，他在学习的模型没办法学习得很好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怎么调整？那这是叫 general guidance。那机器学习的框架大概是像这样哈，有一些训练样本。啊，标准答案、训练样本、标准答案这样子。那我们有一些测试资料来测试看看，诶，最后我们训练出来的东西到底效果如何啊？那比如说啊，输入一段语音啊，那输出它对应的字，这是语音辨识；输入一张影像，输出它对应的类别啊，那这是影像辨识。输入一段语音，然后输出它到底是谁说的，对应的人，那这是讲者辨识。那输入一段日文，输出一段中文，这是机器翻译。好，那这些训练的样本和答案，那我们经过训练之后，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由某些参数所控制的。那这个输入进去之后，经过这个函数，有这个参数的函数，然后得到一个答案。那我们就看这个答案跟标准答案到底差多远啊？那这个差多远呢，就可以计算它的所谓的损失，也就是我们的标准答案跟我们预测答案之间的差距就是你的损失。那透过这个损失呢，我们就去可以去找一个参数，使得这个损失最小化。那损失最小化的参数，也就是你学到的参数，是已经可以让你很好的去描述这些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哦。那这个函数就是我们已经学好的函数啊。那也就是这些参数，那带进这个函数里面，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网路。那我们该怎么样子去做这些训练，才能训练得好呢？那有一些，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种情况哦。那如果我们训练集它本身的损失就很大。那这时候有可能你的模型是不好的，模型是不对的啊。那这时候当然你要调整模型。但是如果它的损失很大，有可能另外一种情况是你的模型是 OK 的，可是你的演算法不好，你的梯度下降法设计的不好，以至于它找不到好的结果啊。那这也有可能。另外一种状况是。你的训练集的损失是小的，可是，你的测试集的损失却是很大哦。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它有可能 overfitting 过度拟合了。那所以在训练集上面好，在测试集上面却不好。另外一种是 mismatch 的，就是，你的测试资料跟你的训练资料本身就有明显的差异啊，你测试的东西呢，是跟训练资料完全不同的资料类型哦，那这样子当然它测试结果就不会好。另外一种是你的训练的损失也小，测试的损失也小，那这是我们希望的情况，它是很好的。好，那所以。如果模型太简单，以至于没办法描述那个函数，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造成那个模型的偏差。那这时候你可能就要去强化你的模型。好，那如另外一种是你的训练集的损失是大的。但是呢，这时候并不是你模型有偏差，而是你的优化方法不好哦，那就是梯度下降法，没有做得够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是去
找一些方法可以克服那些不好的原因，比如说梯度消失，那我要怎么克服梯度消失的问题？好，那这种明明有好的结果，但是你却找不到，常常是这种区域最佳解而不是全域最佳解。那即使区域最佳解，你也找到很烂的区域最佳解，那这时候呢，就代表说它就像草丛里面有一根针，但是你却找不到一样啊。那这个情况是会试图用改进演算法来强化。但是呢，如果是模型本身不够，模型本身不够好，那这时候呢，它就没办法描述那一个函数。那我们应该去修改模型啊，因为这个模型本身就没有无能为力。那就是你去要找一根针，但是呢，那个草丛里面没有针啊。那这个草丛没有针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你找错草丛了，或者是你今天一直在某一个层次找，但是它却在另外一个层次，所以你找不到那这情况都是你模型本身就有偏差。再来的话是你的优化方法的问题，那就是梯度下降法比如说你没有加动量，你的步伐太大或太小都会造成有针，草丛里面有针，但是你却找不到的状况。那模型的偏差跟优化的问题从这张图里面我们可以稍微看得出来如果今天是模型偏差，那就代表说它的那个错误率一直都很高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找不到。但是如果是优化问题的话呢，那你的训练集上面你可以做到很好，可是你可能就是会停在某个地方下不去，就像在这里一样，这是代表训练集是 OK 的，但是你的方法找不到最佳解。另外一个是训练集是 OK 的，那你的方法呢也找到很好的解，可是你的测试集的结果却不好那这都有可能那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又不想要过泥和 overfit， 我们又不希望说 OK 它又找不到，所以呢我们通常会从比较浅的网路开始，然后慢慢再加深这样的话会比较不容易过泥河那另外一种是当我们的训练集的误差已经很小了，可是我们的测试集的误差也很小了那这是很好的情况，就代表我们的训练已经完成。但是如果训练集的误差很小，但是测试集的误差很大这时候有可能是 overfitting 那或者是 mismatch。 那 overfitting 的状况是怎样呢？举个例子，假如我用查表法，我把所有的样本都记下来，答案也记下来，但是我只会这几个你只要我没看过的我就不会了那这样的话绝大部分在测试集里面的输入你都没看过，所以你训练集100分，然后测试集0分这样子我们不能说他学得很好所以查表法不是一个很好的机器学习方法。好，那如果过泥河的时候有可能像这种情况，明明它是一个二次曲线也就是说这个蓝色的是训练集的资料，橘色的是测试集的资料，那它如果用二次曲线去拟合就可以拟合得很好，但是我们却选择了一个更高次的曲线去做拟合，结果他都把这些训练集的拟合得很好了，结果测试集呢通通都不太好
那这种就是 overfitting 过拟合的状况。所以这时候呢，如果你有更多的训练资料，那它就比较不容易产生像刚刚那种过拟合的状况。那更多的测试资料，比如说在影像处理怎么得到呢？你就只有那，比如说一百张照片或10000张照片，这时候你可以比如说把照片翻转，猫照片翻转还是一只猫，那但是上下翻转就不太好啊，左右翻转应该还是一只猫啊，其中一部分截取出来，只要整只猫还在啊，那它应该还是一只猫，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充我们的训练资料。那过度拟合的状况我们稍微看一下，如果今天它是一个二次曲线然后呢，我们去拟合，这个是 OK 的好，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曲线可能你用3次4次以上那它可能会过度拟合的状况。所以一般全连接网络的时候，它的参数是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它很容易过度拟合。那卷积神经网络呢，它的参数量有共用变小了，所以它就表现比较好，比较不容易过度拟合。所以它在测试集上面的表现通常会比全连接的好。那 overfitting 的时候，另外一个有可能的问题是你的训练的那些东西太严了，你的公式太过简化了，简化到它不能描述二次的，比如说你的公式是一次的，那这时候你就没办法找到很好的答案了。那这也可以说是你的模型本身有偏差啊。那我们怎么去侦测到说我现在到底 model 大小是不是适合啊？我们可以从 model 小的情况开始不慢慢长大。那这种 model 怎么样子长大啊？当然有很多种方式。那有一个领域叫做network architecture search 就是网络架构搜寻，它会自动去增长层次、增长网路，然后，当它参数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可能会看到像这样的曲线那训练的模型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它一开始可能是损失会一直下降的。到了一个程度，你再加层次、再加参数的时候，它反而呢训练集上是下降的，但是测试集上却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那这种情况就是已经过拟合了，所以我们应该是选在这一点啊，选在这一点，让它在训练集和测试集都表现很好。好，那所以这种极端例子不好的情况，像刚刚我们说查表法这种就不太好。所以有时候过拟合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电脑在那些样本里面表现都很好，但是在除了样本以外表现就不好了。那这里有一个例子像电脑记单字绝对比我们人类记单字还要强所以你跟电脑比赛背单字，你绝对是输的。可是问题是，电脑做机器翻译，目前还常常比我们人类做机器翻译还差那所以，因为句子实在太多了，电脑没办法全部列举出来记下来所以，当我们人去做机器翻译的时候，我们其实虽然单字量少，可是我们常常还翻译的比他们电脑好，这就是电脑弱点之一。那我们要做机器学习，要克服这样的弱点。那有一个方法叫做交叉验证那交叉验证里面，你把训练集也可以再继续分成训练集和验证集那当你训练集和验证集，你发现说训练集它损失越来越小，那验证集也损失如果同步变小的时候，你可以继续训练下去。等到
你训练级损失越来越小，但是你验证级的损失却变大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应该停了。所以我们可以用验证级来控制，说我什么时候应该停止训练。好，那也可以用 N4 的 cross validation 哈，那这个分成更多 P 啊来做啊。当然，其实最简单的应该是这个哈，就是分成一个训练级加一个验证级啊，这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好，那整体来看的话呢，就是你的损失在训练级上面，如果是大的，那就你肯定要调整，要么就模型不对，要么就优化方法不够好。如果你的损失是小的，那测试级的损失也是小的，那代表你已经训练好了。如果训练级的损失是小的，但是测试级的损失是大的，那有可能你过拟合了，或者是你的资料。训练资料跟测试资料不匹配，那这时候你应该是，比如说你不匹配的话，你应该是取更匹配的资料进到训练集来，那如果是你今天是过拟合，那你就应该是降低参数的数量，然后不要训练的太久，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判断是不是应该停止。那另外，大概就是这样哈。所以这整个，在做机器学习的时候，你要小心的事情大概就是这些哈。那这边就是你的训练资料跟测试资料本身就有很大差异的情况之下，那当然训练出来在测试级的表现就不会很好。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深度学习的训练。需要注意的，当你没有办法训练得很好的时候，有这些指标可以观察，那你可以了解一下你现在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应对方式，才可以让我的训练变好一些。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对李宏毅第二份投影片。也就是这个 General Guidance 的讲解。